有声音，只是找不清，需要牵着手去聆听。昨天晚上我出房间去上厕所，结果看爸一个人坐在客厅，拿着这封信哭了。写什么？姐看到的，哥看到的，还有我看到的，拔三次都是为了我在掉眼泪。我真的觉得我很自私，都没有想到拔的感受，只顾着自己的心情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这辈子不会再让爸为了我掉眼泪。我要回美国把书读完，虽然没有办法在爸身边嘘寒问暖，但是我至少可以完成学业，完成他的期望，让他骄傲，让他开心，这样才是男人。哥挺你，挺你个头啦！可是你这样的决定，你自己真的会开心吗？爸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姐姐教你的吗？不要紧张，要有信心，然后要慢慢来，还有要运算，对，聪明，还有啊，答案不能给那只熊看，知道吗？我们才不会作弊呢。姐姐知道，故意考验你一下的嘛。那你赶快进教室哈。嗯，记得哦。好，要趁时间再多看一次哦。嗯。哦。方老师，是，我是。嘿嘿，你很无聊哎。干嘛啦？心情不好？没有啦。有啦，今天我弟说他决定要回美国。那很好啊，怎么会不好？如果是他自己想要的，那当然好。可是他是为了我爸。哎。是自己做的决定，现在推给别人，太没有担当了吧？这家伙才不是这样子嘞！我弟是我们家最有 guts 的人，他虽然年纪最小，可是却背负我们全家人对他的期望。你所以说啦，那这么有 guts 的人自己做的决定，那后果怎么样？他自己要去承担啊，你不用担心了嘛。啊？怎么能不担心？他是我弟耶。哎，这样讲也没错啦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这个。疼呢是一回事，宠又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这是我们家振华的娇女手册上面讲的啊。那这么有智慧的话，你应该听得懂吧？不用我教嘛，哦。说我嘞，你嘞？嗯，怎么样？你对你们家温蒂是疼还是宠啊？我们家小公主未成年，当然是宠啊。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记得跟你说啊，她是大人的，尊重她的选择。拜拜。这话都不说。欢迎光临，请稍等一下啊。哎，吴小姐，早啊！怎么那么早啊？你是刚睡醒还是还没睡啊？睡醒了，睡得很饱，也交稿子了。啊，那早餐吃了吗？吃过了，三明治自己做自己吃。哇，有进步哎！早餐就要自己煮呢，才会美味又健康。外面煮的那些东西啊，都太油了，要尽量少吃。嗯。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个太重了，我自己来搬就好。我可以。谢谢啊。
啊！我林振华。哎，佳姐，你早啊！一大早就看到你这么害羞的神情，好开心啊！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来帮忙啊。那你吃过早餐没？刚刚振华问过了，我吃了。还问过了？那吃过早餐就应该好好工作啊。来，我带你回去哈。我不要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当妈妈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当妈妈。我跟你说，你如果要当振华的妈，哦，太年轻；你如果要当温蒂的妈，哎，这个位置我排很久了哎，你想都别想。你还是吼回去好好照顾你那一只猫，当猫的妈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走。吴永杰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听不见。哎，贾姐啊，你跟吴小姐好像越来越熟了嘛？你们平常都聊些什么？没有啦，就聊一些姐妹淘的真心话。那个振华，那不然我来帮你啊？哎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快去上班吧，不要迟到了啊。真的好贴心哦！好，那我去上班喽。再见啊！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很重要哦。如果我跟着吴小姐一起掉到那个水里，我们都不会游泳，她也没有救生圈，你再救。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谭波，小心他进步很多了。哎呀，你们不用担心啊，我可是振华认证的二厨哎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有糖醋鱼可以吃了啊！啊，等一下，让这个。哇！什么东西烧焦了啊？没事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了，走。啊，不，我来叫。大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哇，太好了，我今天热水也不用忙了。来吧，好好吃的。糖醋鱼改天再吃好。哎。哇。我也有带晚餐。哇。做啊！我来摆盘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再讲，别讲，停！
交给我就好，我来摆，我来摆，来，我来摆。哇，好菜哦！爸，你看看啦、啊，你先吃看看适不适合你的口味啊。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天天来煮给你吃哦。你跟振华父子俩哦，就是太瘦了，我需要帮你们补一补。美女阿姨，爷爷是 daddy 的爸爸哎。是哦，长得很像啊，大家都很像啊。吴小姐啊，这几样菜都是你做的？嗯，照着食谱做的。哇，看起来很棒哎。看来你不只会画画，其他方面也很有才华。嗯，那你很棒啊，又没色泽，又没油脂，怎么会好吃？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开动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中华，那个椅子好像不太够，你跟我讲在哪里，我去搬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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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刚才想去搬的。啊，对，搬。爸，坐啊。爸爸啦，弟弟的爸比啊，也是爸比啦，都是爸比啦，坐坐坐吧。哇，这样免费的菜送上门啊，还没验收任君挑选呢。你无聊啊你啊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把鱼烧焦了。啊，我不是跟你教过了吗？糖醋香是另外起锅煮嘛。啊，你看到谁啊？啊，我咧讲啦。啊！若提起的就提啦，啊提袂起哦，无要紧，我再用家己夹啦。哦。但是吼，这你得爱用手搬下。好夹啦。爸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哈，我拢调查过啊，这拢阿多上爱，这小笼包吼上恁好顶啦。可是，小笼包。带到美国会坏掉吧？啊，哎呦，我一叫少生了，我才袂记。但是哦，你那个教授哦，你要好好谢谢他。我去美国时哦，吼，人拢替你讲好话呢。啊，这往来说吼，上天的房东，我叫你姐姐打电话过去，伊讲房间佫甲你留咧咧，啊，你啊对人较有礼貌咧，吼。啊，佫话去热豆房啦，啊，上天的同学家。伫外口甲人做伙吼，爱较好斗阵的，知无？哦，爸，嗯，我会啦，只要是你交代的，我都会做到。好啦，啊，来啦，我甲你牵啦，啊，你先去洗澡啦，啊，无你那遐会紧啦，沾你就免洗去。爸，啊，没关系啦，你先去休息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酒，来来来。啊，这个提过去嘛，哦，啊，你一寡日用品哦，去啊吼，然后不要再去买就好啦，啊，啊，但无必要的哦，过去等等了。出国躲在哪个角落哭吧？拜托，我还不是娘炮。哎，真的不用我送你去机场？哥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国，不用了。有。哎，本来想说你已经解脱了，没想到宿命。你有车子来了没啊？有啊，来了。庆主啊，到那边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。还有钱如果不够的话，要记得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了。
没有，我们把行李拿到车上。嗯。啊。走喽。嗯。路上小心，到了时候记得打电话哦。小心哦。真的笑过吗？我说只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笑容。我的坚持很简单，就是留在这个家里，做你们的儿子。我才不会靠家里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拖累大家。对你来说呢，是期盼。对他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压力。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其实蛮自私的，一下子希望他们能够考第一名啦，一下子希望他们五育均衡啦，接下来又一下子希望他们能够考上好的学校，找到好的工作，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。可是我们现在都忘了问他们，到底快不快乐？我就因为比较会读书，就必须一个人要到国外去。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或是应该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过。都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我就是一个人？带的护照有啊，那这吗？哦，哎，爸，我要出，这怎么出国？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。你是想想的吼，你那唐伯伯讲的嘛无用的啦。希望哦是一种两刃刀啦，
我不希望讲我对你的希望、对你的爱变成是一种伤害了。我当时换一个角度来想哦，希望嘛当转变啊，啊都全家伙当咧平平安安、健康快乐做伙，也是一种希望，也是一种幸福啊。我咧讲哦，这件代志，敢你知我知，转去拼无讲的哦。啊，若有人问起来讲，咱伫路口相拄，知无？阿爸唔惊啊？哦。阿爸，你行去要创啥啦？两个明星斗阵到啦，我先行啦，你行较慢点。嗯，啊！你我行去。爸，哎呦，一起走有什么关系啦？弟弟有算给我听，暑假放好久，比幼稚园还久哎。我爸爸妈妈说啊，暑假的时候要搭飞机带我出国去玩呢，所以搭飞机就是出国。嗯，那我有出国过哎，你去哪里？我爹地还有爸比搭飞机带我去澎湖。哇，好棒哦！嗯，哎，小熊呢？那边。嗯。熊，你暑假去哪里啊？小熊，熊，喂，小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都把糖果和巧克力都给你了，你还不开心了？嗯，是还从上面跳下来啊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妈妈暑假叫你去补习，你不开心？我妈妈是暑假我妈搬家。啊？你要搬去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爷爷有说过孟母三迁的故事，你妈妈也是那样吗？那是什么故事啊？是一个妈妈希望小孩乖乖念书，然后一直搬家，一直搬家的故事。我不喜欢这个故事，我也不喜欢搬家。嗯，那你要搬到很远的地方，所以你要转学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妈妈很开心，她说以后不用跟我爹爸比抢工作了。那这样子你就不能跟我们一起玩啦。那我回去跟爸比说把工作给你妈咪，这样你就不用搬家了。温蒂，你会想我吗？嗯，我也会想你。那我们打勾勾，谁也不能忘记谁。谁也不能忘记谁。温龙，哇，你今天面超 Q 的啦，哇，这肉也嫩，这鸡胸肉那么好，温妮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有点难过。难过。哦，难怪你没什么胃口哦。那还是爹爹带你去看医生，现在诊所还没关了。好，不是那种难过了，是因为小熊要搬家，跟孟母三迁一样，我很难过。我有没有听错？小熊要搬家，那他也要转学咯。Oh yes， 我的眼中钉终于拔出了，我的心头大患的。这完以后也不用担心，这我们以后跟你抢那个社区委员的宝座了，双赢了 ，yes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
点舍不得的样子吗？哼。对不起啊，小公主，爹地不是故意的嘛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为了别的男人跟我生气嘛，好不好？你虽然我说对不起，但却还在笑。没有，爹地没那个意思啦。啊，爸比，我跟你坐。哎呀，不要！好，不要啦，小公主，不要这样子啊！爹地不是故意的啦。然后爹地给你赔不是，看吧，这赔给你吃。哦，活该。坐下来吃啊。吃饭用吃，不是用看哦。哦，黄映祖，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一下走一下回来，害得全家人跟你又哭又笑，黄狗撒尿。喂，我顽皮豹，徐万祥，阿林小弟无要去美国，我你来个体验嘛哟？不是啊，我是看他这次有没有坚定没？很坚定，敢那一座山嘞。你要去机场，怎么会跟爸遇到？妹妹，他们有在拍连续剧，转角就遇到，好巧哦。啊，恁这条路都啊，伫弄弄那边，我嘛去遇到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吃饭吧，哈。大同啊。对啊，大同啊，两人追四轮很辛苦哦。你叫快点要退出去。无啦，哪会啊？那个哪有这种事？爸，谢谢你让我回来。来，多吃一点。爸爸亲像山，爸爸的碗亲像山，安尼我是要哪边？没关系啊，我帮你吃。啊，你嘛在歹款，哎呀，都吃遐个就好啦。笑都搞我硬呢。好啊，你力气呢？现在总算是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一起吃饭了。对啊，好像过年吃团圆饭哦。哪像过年，这比过年还热闹，好不好？以前过年哪有庆祝啊？看什么？我有说错吗？你说的对呀。今晚开始庆祝地摊刀吼，美术干到天天的过年啦，烦死你啦！我跟你讲，不会啦，不会烦的。哎，小心停了！来，讲几杯。对来来来呀，小酒满罐罐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为什么拔的杯子比较大？是拔。酒量好嘛，伊那人啉较赞，没好啊。好了好了，慢慢来啦，慢慢来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你要没关系啊，开心嘛。好了好了，伊那人大汉了，欢迎你出来啦。不要开车就好了。好了，来。脏兮兮的小布球被猫叼到窗台，再也没有力气去旅行了。小男孩就拿起窗台上的小布球，高兴地说：“我找到了！”小布球终于回到迪迪熊的身边了。曼妮，你还在生你爹爹的气啊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当梦魔王？陈婆婆也搬家，小熊妈妈也搬家，搬家有很好吗？搬家。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，搬家是需要的问题。可是小熊不需要搬家啊，他的学校在这里，他的朋友也在这里。不然叫小熊来住我们家。
但是这样子，小熊不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啦，他这样会开心吗？就像爸爸要出国的时候，我也不开心一样。因为爸爸说过，家人要永远在一起。嗯，没错，你好乖哦。所以，小熊应该也要跟他的爸爸还有妈妈在一起。还有啊，你刚才吃晚餐的时候，对你爹爹的态度有一点点不好耶。谁叫爹爹欺负小熊啊？哎呦，你爹只是太爱你啦，所以就吃小熊的醋啊。不要生你爹爹气，好吧？嗯，既然小熊要搬家了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，你要多安慰他，让他开开心心的。虽然好难哦。嗯，怎么会好难？那爸比之前要出国的时候，你本来也是不愿意啊，也不开心啊，那最后还不是开开心心的送爸比出门了？那不一样啊，因为爸比约好回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会永远在一起。只是小熊他不会啊，因为他搬家就走了，这样我就少了一个朋友，这样子我们就不能一起上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吃巧克力，也不能一起去买光头叔叔的水晶包。来，好，不难过，没问题。你先，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小公主还没有生我的气？哎，吊什么胃口啊你？他还没有生我的气啊？我说你吧，活该吧，啊，连跟小孩都要争宠。哎，不是嘛？我怕我们家小公主遇到坏男人嘛。小熊离男人还很远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不懂啊，小孩子都长很快了，尤其是。啊，算了，不要讲这只熊了。重点是温蒂到底有没有来生我的气啊？他没生你的气了。啊，太好了。不过啊，就要这样分开了，温蒂真的很难过啊。哦，对啊，他刚才问我可不可以让小熊来住我们家嘞。什么？嘘，你要让那只熊来住我们家？那是温蒂自己提出来的嘛，不要老是怪在小熊身上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这重点是你答应了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好险！哎，那这样的温迪不是会很失望吗？嗯，但温迪他自己想到家人应该要永远在一起啊，他就打消这个主意了。哎，你不要又想太多了啊！哎，你知道我们家小公主啊，她全部都有放在心上。你看，她不是黑板写的吗？大家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，不要钻牛角尖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你也是，对小熊你也不要钻牛角尖 ，OK？ 那不一样，那只熊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来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走，快！了解那种心情，好不好？好，了解啦。早，温妮早啊，去洗脸刷牙，准备吃早餐啦。哦，小公主，早安呢、啊。温妮早。小公主，你怎么傲嘟嘟的？你不是说不生爹爹的气了？我没有生气啦，只是小熊要搬家，他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，而且你还笑嘻嘻的，你也没有说那三个字。哪三个字？我爱你吗？你哦，小公主这次很严肃，等你换过去了啊。好了，小公主，爹爹刚刚不是故意的，爹爹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那爹爹在那边很郑重的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啊，爹爹以后不会随便再批评那一只。真正熊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振华，你觉得我们是把我们小公主养成女王了啊？温妮啊，你爹爹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但你昨天心情不好，对爹爹的态度也不是很好，是不是应该跟他道歉啊？嗯，
对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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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说那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得你跟你换成啾一下。走，我们去刷牙去。小熊哎，珍珍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大熊，跟爸爸说再见。爸爸再见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弟弟，嗯，你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搬家的事哦。放心，弟弟绝对不会刺激他的。嗯。哎，小熊。哎。老师早。文弟早。哎呀，这个熊。弟弟是说早安啊，真的小。文弟他真的是你弟弟吗？哦，开什么玩笑啊，熊哥，我当然是文弟的弟弟啊。小熊，我们去上课吧。等一下，文弟。袋子忘了拿。两小无猜啊！猜你的大头啊！收工，算了。哎，对了，刚刚男的是谁啊？真正熊他爸。真正熊他爸，我从来没见过。你们不是住同一个社区吗？没见过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他是我们社区的神秘人物，平常很忙的。不过振华是社区主委，应该见过他了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他送小熊上学啊。走。老师早。早。哎呦哎呦，今天心情比较好了啊。我爸让庆竹回家了，而且是主动哦。我真的假的？太猛了吧。嗯。我想我爸应该是想通了吧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啊，结果是好的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嘛，结果是好了就好了。恭喜你啊，老爷夫人！哎，对了，谢谢你啊，这一阵子帮了庆祝很多忙，也帮了我们家很多忙。哎，谢什么？自己人嘛，啊。谁跟你自己人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啊，大家都好朋友嘛，对，好朋友就要互相关心了。既然是好朋友，也要稍微表示一下，下次我请客。见鬼啦！那有什么好意思啊？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时间、地点跟餐厅你选啊！我上班快迟到，我先走了啊！喂，为什么总是每次都不让我把话说完呢？Well, it's nice to work with you, and thank you for your help. It's my pleasure.江律师，方飞主，你那些英文资料念得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没关系，不需要了。不需要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爸让我弟留下来了。你用都还没用就说不用，你制造那些资料花了我很多时间。你终于承认那是曾经我做的。承认什么？那个不是你读书的时候写的笔记啊，是你特地为我做的。那才不是我特地做的，我说的很多时间是指以前的时间，而且重点是，你没有用我的笔记，等于浪费我的心意。你给我出来面对，解释清楚。哦，出去，好好。
不行，可是我现在很忙哎。晚上呢？晚上啊，晚上也不行，我今天有很多车要交给客户。方飞竹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这什么故意？这哎呦！你不要给我装傻了！我不管你忙不忙，都要出来跟我见面，时间地点给你挑，具体好就告诉我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女神打来了哈。对啊，她一定要我跟她见面。哇，好亮啊！啊，太阳这么大，当然亮。啊，不是啦，幸福之光啊。这算幸福之光吗？她刚才口气很凶哎，好像很生气。生气啊？嗯。那你赶快去啊！女人就是这样，生起气来有够麻烦的。我爸就是这样搞定我妈，结果睡一个礼拜沙发。我看江律师的脾气好像跟我妈有点像，请小心。如果跟江律师睡在沙发，也不错啊。看啥？雪莉车啦。去什么餐厅吃饭？要牵着手，就要心灵停。